峰哥，峰哥，走快点，等会太阳出来，热死了。哎，你这也太早了吧，这么早。那肯定要早啊，不然的话今天就晒不干了。一天能晒得干吗？这么好的太阳肯定晒得干呀。你儿子也喜欢吃耶。对呀，就是看奶奶喜欢吃。这些叔叔都不要了吗？是呀，他说要拔了。哇，那晒干是很好呀。是呀，儿子喜欢吃，我说就把它弄成晒干呗。啊，那赶紧摘吧，等会太阳出来就热了。嗯，好。芋头还是挺多的呀。那肯定多呀。那晚上就可以吃了吧？天气这么好，肯定可以吃了。还好来得早，现在不热一点啊？蚊子。峰哥，哎，差不多了，走吧。好吧，走吧。你提吧。好，我来吧。快点回去洗一下，要煮了。好，那赶紧回去烧火吧。嗯。大的让它煮一下，现在可以把小的带去，这么压下去，好了，盖上盖子给它煮一会儿。多了，捞起来，过下冷水，等下好上手吃。放几勺盐，搅拌一下，它晒出去，大个的把它撕一下。哇，太阳都出来了，峰哥，哎，快点来一起，热死了。好，芋头来了。峰哥，你晒一下，我去喝口水呗。啊，你去吧，交给我吧。你喝。嗯，好大的大蛮子。哇，干了，把它收起来先。这么多茄子晒干了也没多少呀。好了，拿进去吧。刚做好的茄子干，给它泡一下水，切点配菜，放点蒜，茄子干切断。热下油，油热下葱姜辣椒，放点盐，下入茄子干。下入料酒，加入酱油，翻炒一下。加入葱花，翻炒两下。